本期讲解一个卡密项目啊，最新淘宝商品浏览全自动挂机路径项目，单机日收益100以上，多号多炉，包含挂机脚本和收益结算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通过脚本全自动浏览商淘宝的商品，给商家获取曝光率啊，从而赚取收益。每采集1000条，淘宝就是8块钱的收益啊，1分钟5条左右，单窗口1天有10块钱啊，可以无限复制，看个人操作。多少数量有个人做的，一台电脑一般是1天200块钱左右的收入。多少多路没有账号的话就不用考虑了。项目工具需要电脑，普通的电脑也行，对电脑没有要求，脚本是在浏览器里面使用的插件啊，加淘宝的账号。项目收益1000条浏览量8块钱。这是下载，这是收益图，总收益1000多，已支付，打款是非常及时的啊，非常及时。资源下载地址是打开这个卡密网站，打开这个卡密网站啊，有账号的话自己登录个账号，没有的话自己注册一个就可以了。然后搜索框输入关键词，比如说淘宝商品浏览全自动挂机啊，就可以搜索到这套教程了，然后自己购买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文章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淘宝商品浏览，淘宝商品浏览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